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上来介绍这个妙法莲华经，现在到了妙法的第二卷譬喻品第三。若人小智，神助爱幼，为此等故说于苦地，众生欣喜，不知苦本，神助苦因，不能暂舍，为是等故方便说道。诸苦所因，贪忧为本，若灭贪忧，无所依止，尽诸灭尽诸苦，名第三谛。为灭谛故，修行于道，离诸苦厄，明得解脱。世人云何而得解脱？暂离虚妄，名为解脱。其实未得一切解脱，佛说世人为是灭度，斯人未得无上道故，我亦不欲令之灭度。我为法王，于法自在，难引众生，故现于世。上来接着昨天讲的啊，这个地方是重诵，诵合诵上边的别辟啊，有诗。现在是第四诵五虚妄的，这个无虚妄这个文呢，还蛮长的。若人小智，在佛法中讲，智慧是有大有小的，啊。那么什么叫做智慧，什么叫做聪明？聪明跟智慧不一样，在佛法里下，这个智慧两个字它都不翻的啊，讲般若不讲智慧，唯恐把这个智慧，世间人所说的这个智慧，给我们佛教里向讲的这个智慧呢混合在一道，啊，般若是五不翻之一翻，尊重故。智慧照一切法啊，智慧啊，它是离生死离烦恼境的，世间人有的时候呢讲聪明，哎，现在也讲智慧呢，这个人智慧蛮大的，智慧要能够离生死，能够破烦恼啊，那个呢它的功用呢就叫做智慧。此中讲，若人小智，神助爱欲，没得智慧啊，就是世间上的众生就是这个样子。爱欲生死的根本，爱欲从什么地方来的呢？从贪来的。众生之所以称为众生，特别是三界以内的众生，
这个贪嗔痴，啊，这是生死的根本。就举一个贪字，这个贪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从最初一念开始的，啊，一念不觉生三细，从那个最初开始的，啊，从那个开始以后，因是因之滥伤，所以到了，无量劫来久受生死，贪欲。要想离开这个贪欲，那就要有，要有智慧，而且这个智慧呢，还并不是大智慧，而是小智。指的什么人呢？就是指的三乘人，小乘的三乘人，啊。为这种人说什么法呀？不能够说大乘法，所以说开权这个为是实权，说什么呢？说四谛法，所以释迦牟尼佛入鹿野园说四谛法，那个四谛法它也有功用啊，它能够令你出生死啊，能够令你断烦恼啊。为小智人就说于苦地，小智人他不想成佛啊，他想做自了汉，既然没在苦海之中，他就想出离苦海。那你晓得苦是什么呢？苦地，众生在三界之内不晓得苦，不晓得这个苦啊，不晓得三界是如火热被烧的，被烧就苦了，跟他说这个苦地，他晓得这个苦，晓得这个苦以后，他然后呢就追求这个苦从哪儿来的，怎么样子断这个苦，怎么样子断了苦以后啊，到什么地方去。众生欣喜得未曾有，世间上人不晓得这个苦啊，啊，佛法才讲的生老病死苦，你看世间人讲不讲啊？他不讲，他既不讲，而且要在中生老病死苦当中增加生老病死苦，苦上加苦，这是佛法说的法呢，跟世间法不一样，就得未曾有。佛说苦的真实无异啊，真实无异就真实不虚，而真正是苦的，所谓三苦八苦无量诸苦无处乐事啊，无以可乐。上边已经接受过了，三界之内没有一件事情是乐的啊，苦是苦苦，乐是坏苦，不苦不乐是行苦，这个我们要知道啊。三界之内无一可落，这个不是我说的，大乘妙法莲华经佛说的。如果说你要认为我们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点落事情，那个你就是迷梦间边颠倒啊，不顺佛教，不说是苦的，你说是落的，你这个还能够接受佛教吗？不能够。啊，苦是逼迫性，确实是苦的啊。若有众生不知苦本，深住苦因，不能暂舍。
苦，既然是一个现象，那么这个苦从哪来的呢？啊，事出世间一切法都讲因果的，佛法说来说去，说长说短，混说数说，就是讲的因果两个字。那十法界都讲因果啊，不是世间人，世间人是不讲因果，何长何断这不讲因果，佛法是讲因果。这苦从哪来的呢？你怕这个苦，哎，怕苦不行啊，哎，扬汤止沸是不行的，要釜底抽薪啊。你把这个苦的因给它解决了，这苦的果就没有了。不知苦本，你单想着苦苦苦，不晓得这个苦的根本从哪儿来的，这苦了不掉。所以深住苦因不能暂舍啊。为是等故方便说道，方便说道呢，就是随顺众生说的啊。诸苦所因是贪诱为本，贪嗔痴慢疑，身边借鉴邪，这个五顿时跟五力时啊，顿也好，力也好，都能驱使你在三界之内受这个三界之苦啊。贪诱为本，若灭贪诱，无所依止。这个苦不修这个苦因了，就不敢这个苦果了，还依什么呢？因不敢果，果也没有因了，这个无所依止，灭尽诸苦，明第三谛。所以我们这个世间苦啊，我离了这个苦到什么地方去呢？当然有地方去，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不是就是没了苦吗？不巧不想求西方极乐世界，除了三界以外，啊，他还有小乘人所证的涅槃，叫灭谛。三乘人所证得的那个有余或者是无余涅槃，这个灭谛。为灭谛故，修行于道。灭谛是出世之果，出世之果也不是说就不是说说就能够得到的，也要修啊。为灭谛故，修行于道。说三乘人修四谛，修十二因缘，修六度啊。说就是离诸苦厄，明得解脱。这个就是说，《法华经》三乘人啊，在《法华经》之前，先要给他证小果，免除这个三界火烧之苦，他才能够接受大乘教。就像我们这个现象就是这样的，为生老病死之所烧煮。你跟他说大乘法，他怎么能接受得到呢？这个呢，举一个譬喻，接受佛法，特别是接受大乘法，不要说是大乘法了，就是说一个小乘法，你就是四谛六度十二因缘，你这个心要是不歇下来，能够接受吗？心不歇下来，它是佛法呀，不是世间法。世间法，
说说世间的事情，讲个笑话啊，讲个故事啊，这个不要心不要写下来的啊，你就直接就好听了，对不对啊？你要想接受佛法，那你必须把尘劳妄想要写下来，才能够吸收啊，才能够吸收了啊。所以这个《法华经》是要开真显，是二乘人的，所以佛给他开方便，先要了这个生死。了了生死，出了三界以外，他自然能够晓得我这个啊，没有得到真实的灭度啊，啊，但尽生死，但尽虚妄，那不是如来的灭度。所以不能够受大乘之法，说佛以方便力为三乘人所生灭四谛啊，这个教下就四谛啊，生灭四谛，无生四谛，无量四谛，有无作四谛，这个呢就是给生灭四谛啊，最初最初的这法。声闻人观四谛十六行啊，三十一简缘，破见思，破见合啊，正涅盘，啊，下边呢？说世人如何而得解脱啊，上面不是说的吗啊，为灭地故修行于道，离诸苦缚，明得解脱。底下呢就是反问之词，是世人如何，上面说这个啊，修四谛法的小智人得到这个解脱，得的什么解脱？但离虚妄名为解脱，哪里晓得啊？三界以内这个生死是假的啊，这个生死是假的，如果要是真的话，你这个生死是了不掉的啊，而假的体上之虚妄，啊，虽然是假的，但是它能够出三界啊，离开三界的业障之束缚，这叫做解脱。这个解脱是有阶段的啊，就三乘人他们所证得的，能够断见思烦恼，了个分段生死啊，那也是解脱。那解脱不是有深浅吗？要论究竟来讲，他没有能够得到一切解脱啊，他断个见思烦恼，了个分段生死就到家了，没到家啊，还有那个无明烦恼，还有变异生死，那个都是业缚。佛说世人未是灭度，虽然在小教这也讲灭度，这个呢不是如来的灭度啊。为什么呢？世人未得无上道故啊，啊，无上道不是三乘人所得的，三乘人所得的是羊车、鹿车、牛车，我亦不欲令之灭度，就佛的教导，就佛的本意啊，因为众生皆是佛子啊，啊，不令一人度得灭度啊，也以如来灭度而灭度之啊，此中所讲的不欲令之灭度呢，就是叫这个二乘人他也入涅槃的啊，二乘也讲入涅槃了。
说我为法王，于法自在，难引众生，故现于世。度众生，就是说单大不能够度尽一切众生，单小不能够度一切众生，随意方便，一大者说大，一小者说小，这就是法王，于法自在啊，难引众生，故现于世。要有三乘之机，才能够感服出世的，没有三乘之机不能感服出世，这已经说过了啊。释迦牟尼佛3000多年以前在印度出生啊，成佛做道成，那是三乘人所感的啊，不是大乘根基所感的啊，也不是其他的五道众生所感的啊。下边，如舍利弗，我此法印为欲利益世间故说，再说犹方勿忘宣传。下边呢，这个譬喻品也有正说，也有譬喻，也有劝信柳通。下边的文呢，都是劝信柳通的。劝信柳通有两科，一是标两章，第二是解释。这个底下呢，就是标两章。这个两章啊，一个是标说与不说。第二呢，就是标可通不可通，标这个两章。我此法印啊，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说法华经，法华经是以一实相为体。大乘经典以一实相为印啊，小乘经典呢以三法印为印。这个法无论是大乘小乘都是教化众生的啊，要能行啊啊，这个为什么叫能行呢？这个经书不是要流通吗？啊，不是要宣传吗？不是要教化一切众生吗？啊，就像世间的文书一样啊，官方的文书，无论你写的再好，那你没得不盖章，它是不能够行的，不起作用的。这个印呢，就是这个印。为欲利益世间故说，这个法印就是实相法印啊。40多年以前不是说的时候，你看看释迦牟尼佛，这我既然是说法华经，佛成道以来就想说这个法华经，为什么不说呢？你就老老实就说嘛。所以未曾说，说是未至故，没到时候呢，要经过无海方等不若啊，这个经过这个三十淘汰庸通，到了法华会上还不行啊，还有一个无欠退席，还有舍利弗的四请三止啊，这就是说没有说不说，时候没有到，无欠没有退席。现在说的时候也什么时候到了呢？机缘成熟了，就是说了啊，这就是呢标这个说与不说这一章。下边讲这个再说忧方勿忘宣传，再说忧方就是想弘法的处所啊。
触所兼基的，兼在众生之根基的，勿妄宣传呢，这个佛说法是观机说法的那我们在世间上弘法利生，这个弘法的法师讲经也要观机社交不是说随随便便对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讲你讲了他不听，不听倒也罢了他生诽谤，那你不是教化人呐？那你是教化他下地狱如果不相信的人，你强说则令其堕苦他有善根，有这个大乘的善根，你不给他说呢人家耽误了他得大乘的利益这叫做大悲悯乐则不一通，大慈念善则应可通也所以此中呢，就是说按照这个文呢，佛是嘱咐舍利弗的，如舍利弗即使以舍利弗为首嘛，也是嘱咐大众的那么舍利弗就是告舍利弗，我此法印为欲利益世界故事，勿忘带头又勿忘旋转。那个舍利弗、释迦牟尼佛还没入涅槃，他先灭度了，先入涅槃了到什么就是宣传去呢这个呢与日月灯明佛主妙光同，至于舍利弗先弗入灭，这是小乘根基所见的说我们今天能够闻法华经，能够讲法华经这个未必不是舍利弗流通之功因为舍利弗在小乘来说呢，那是个小乘人舍利弗过去是老早成佛了那是法身大士应化的下边若有闻者虽喜顶受，当知是人无必驳斥，若有信受此经法者，是人已曾见过去佛，恭敬供养，亦闻是法。若人有能信受信如所说，作为见者意见于汝即比丘僧并诸菩萨，此法华经为深智说，浅视稳之迷惑不解，一切声闻即辟之佛于此经中力所不及如舍利弗尚于此经以信得入，况于声闻呢其余声闻信夫与故，随顺此经非己智犯我们就可以理解这段文章若有闻者以下，这是刚刚念，就是刚刚念的这一段解释可说不可说这个道理，若有闻者虽喜顶受，虽喜顶受这是讲这个现世的现在的这个利益，那么这种人呢是可以说的观现在意伪说，凡于无畏越智，无畏越智是不退转不退转也无著多罗三藐三菩提，其智不退虽喜，你看看，你别看这虽喜，虽喜也不容易的
一个是就是可以为之说的，就什么样的人呢？闻法华经，随喜顶烧啊，当知是人是偶为偶必不知。若有信受此经法者，世人已曾见过去佛。啊，我们自己衡量衡量自己，对这个《法华经》啊，包括我讲的、大家听的，能不能够合乎信受两个字？什么叫做信呢？什么叫做受呢？不是说反正你说我听，我不反对，这就信受啊。啊，那未免太简单了。能够闻法华经信受，那这个人呢，已曾见过去佛。这个见佛的因缘是不可思议的啊，所以消佛的人唯一的渴望就是要见佛。你看生西方的他不是想见佛吗？啊，都想见佛啊。生西方的要想见佛也还不那么容易啊，那还有三辈还有九品的，你生得起就能够见到佛呀、啊、上品上生是可以的。我们前年那个送法王经啊，要求忏悔，求忏悔可以啊，你把这个业障能够消掉，那要拜佛，要见光见华，哎，那就见佛，见佛就有这种功德啊，你就能够灭罪。见过去佛啊，所以说是闻法华经，听法华经啊，那可是要点根基的啊，要点根基的啊。恭敬供养一闻是法，上边呢是见过去佛，这个佛啊有见有闻啊，那也看个人的根基。释迦牟尼佛啊，在那个舍卫大城成道的地方，出生的地方，舍卫大城有九亿人呐、九亿人，三亿人见佛闻法，又见佛又能闻法，还有三亿人呢见佛不闻法，还有三亿人呢是不见佛不闻法啊。你把这个见与闻要区别开来，见是见到了，哎，没听到说法，又能够见佛，又能够闻法。见佛固然得种种利益，那个闻法没有不得利益的，佛是不会随便说法的，哎，恭敬供养一闻是法。若人有能信如所说，作为见我意见于汝及比丘僧并诸菩萨，这是呢见三宝。这个几句话是佛说的，佛跟舍利弗说的啊。若人有能啊，信如说，如呢就是指舍利弗啊，舍利弗说的是啊，宣传佛所说的法，就是此《法华经》。佛是替佛宣传的啊，信如所说就是见佛啊，作为见我意见于汝即比丘僧。这是佛宝、僧宝啊，菩萨也是僧宝，所以我们这讲这个皈依三宝，皈依三宝，皈依三宝就是佛宝、法宝、僧宝
佛宝，释迦牟尼佛是佛宝，阿弥陀佛也是佛宝啊，东方的药师如来也是佛宝，十方三世一切佛都是佛宝。降佛以还，就是佛以下，哪怕是等脚实地实回向实行实住啊，比丘比丘尼啊，这个历代祖师啊，一些善知识，那都是僧宝，都称为僧宝。嗯啊，四法华经为深智说啊，啊浅世闻之迷惑不解，看看我们的智慧有没有舍利弗那么高。舍利弗他还迷恨不解呢，啊，他还迷惑不解呢。不但是迷惑不解呀，啊，假设满十方进入舍利弗，如道麻诸尾，尽次共度量，不能彻不智。他能解吗？啊，啊，一切声闻即辟之佛，于此经中力所不及啊。啊，力所不及，他怎么到了法华会上来的呢？啊，嗯，如舍利弗上于此经，以信得入。为什么以信得入？信服与故，以信得入。嗯，啊，底下来讲的呢，啊，非己之分呢，啊，不是自己的智力所能够达到的。啊，啊，如果说就是开真显示以后，那个呢，他既然开示误入福智之界，他就进入了佛会。以信得入，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在佛教上来讲，这个信呢是最重要的啊。佛门广大，难度不信之人啊。你看这个《法华经》深不深呐？啊，那有好多的闻小乘法的人，他就不相信《法华经》。啊，我不是说的吗？那个巴利语系的他说我们这个大乘法不是佛说的，他还毁谤，啊，拱高我慢，就是这么个意思。信佛与故，随顺此经，非己之分。那么可见在这个《法华经》完全是佛所证得的全实二智，下边啊讲这个可通不可通，通呢就是六通啊，对什么人可以说，对什么人可以不说。嗯，又舍利弗骄慢懈怠即我见者，莫说此经。凡夫浅视身著五右，文不能写，亦无伪说。若人不信，毁谤此经，色断一切世间佛种。啊，这个底下这段文呢，嗯，可以说还蛮长的啊。啊，先念一念好不好？嗯。若人不信，毁谤此经，则断一切世间佛种。何复贫促而怀疑惑，如当听说，此人罪报。若佛在世，寂灭度后，岂有诽谤如此经典？见有度诵书持经者，轻见增记而怀戒恨，此人罪报如今复听，
其然命中入无鼻右，具足以解，捷径更生，如是辗转至无数劫，从地又出，当作秀生。若狗也甘气性苦涩，离看盖赖人所触扰，又复为人之所握见，常困饥渴，骨肉苦戒，绳受楚毒，死被瓦石，断服肿固，受死罪报。若作骆驼鹤生旅中，身长负重，驾住杖锤，但念水草于物所知。傍思经故，护罪如是。有座野干来入聚落，身体盖赖又一目，为助童子之所打制，受诸苦痛，何时至死？于此时已更受蟒身，气性长大，五百游旬，龙爱无助，婉转抚行，为助小虫之所杂事，昼夜受苦，无有休歇，傍此经故，护罪如是。啊，若得为人诸根难顿，错漏炼辟，妄龙被愚，有所言说人不信受，口气长臭，鬼魅所住，贫穷下贱，为人所使，夺病消瘦，无所依孤，虽心服人，人不在意。若有所得，寻护王师，若修一道，顺方治病，更增他计，贺父至死。若自有病，无人救疗，设服良药，而复增惧。若他烦逆，超戒窃盗，如是等罪，魂力欺压，如此罪人永不见福，众生之亡，说法教化，如此罪人畅生难处，狂龙行滥，永不闻法，与无数界如恒河沙，生这聋哑啊，诸根不具，常处地右，如有远观，再遇恶道，如即舍者，脱履诸槁，视其情处，傍此经故，护罪如是。若得为人聋盲喑哑，贫穷诸衰，以自庄严，水肿干消，盖赖臃肿，如是等病一味一复，身长臭出，垢秽不净，神助我见，曾欲嗔恚，引诱世上，不这禽兽，傍此经故，护罪如是。告舍利弗，傍此经者，若说其罪，穷解不尽，以是因缘，我故于主于汝无智人中，莫说此经。这个呢，这个讲，可通不可通，就这个慈悲两门，要大悲门，莫为讷人说啊，要大慈门，应为善人说。就说这个经啊，要选这个说经的对象，骄慢懈怠，即我见者，骄慢懈怠，即我见，我见就是见色啊，凡夫前世神助五欲呢，底下这一届呢，这是讲这个思合啊，最后一届。若人不信，毁谤此经，作断一切世间佛种，这是总出其过。此法华经所圈显的理
就是实相之理啊。为父于父乃能究竟诸法实相，所谓的如是相如是性等啊，以这个实相印遍印诸法，只要有一点的善根啊，当合掌小低头，这个微善微解都称为缘了，就是缘因了因，缘就是因缘呢。因为我们这个，如果说我们要开发自己的心地，说是想明心见性，说是想开示悟入佛智之见，从哪儿来呀？天上掉下来呀？不会的，这啊，必须有这个缘，缘就是助缘啊。你这个心地上自己开啊，怎么开法的啊？那我们也不要修了，禅堂里也不要讲开示，我们也不要讲经啊，什么的佛学院也不要开了啊，你自己去开悟去啊。那么这些个佛教门中所有的这些个设施啊，这叫做缘，缘就是助缘。虽然你这个心呐、众生这个心呐、众生都有佛心呐、你这个佛性，佛种从缘起呀、这不是佛种从缘起吗？诸法常无性，佛种从缘起。不要忘记这些个无法的根本道理呢，可不要忘记啊，叫运用在我们的日常一切活动当中。诸法常无性，佛种从缘起，此中呢也像这个缘你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法华会上开权显实，开权你也有个权给他开呀，他不这个权他开什么呢？如果一点善根没有怎么开呀？一点善根没有怎么开呀？当合掌小低头，这个就是善缘对佛法微微有一点了解，这也是善缘，都是缘了。在此中讲骄慢懈怠即我见者，这个我见就是见贺这个见贺下边一件呢是说这个思贺身著五欲闻不能歇，是属于思贺众。见思二贺众的人闻到这个法华经呢，它有两种过，一个呢不相信，第二呢谬解，说不相信，根本就不相信，这就不谈了。为什么不相信呢？见思二合众故，迷惑颠倒众了他不能相信。第二呢谬解，把这个东西，把这个法，把这个佛法的大意呢，真实的意义呢解错了。不相信是因为他小智故上面不是小智吗？若认小智勿忘伪说，这个小智之人呢是智权遗失你像这个二圣人，佛要给他开天行的说法华经了，他就生怀疑了，将非摩陀佛扰乱我心业呢？那你跟我说一小乘法，我一教修行，我证得小乘果没有错没有错的。说你现在还另外还有什么好，还有什么好法给我他就生这个怀疑，就智权遗失，这是一个。
六解，六解就是把这个佛教佛这个经中的义理呢给解错的了啊。说我们常讲的四依啊，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智不依是这个四依。他这个四依呢就是依文，依文解义，三世佛缘。说两座尊，两座尊嘛，就是两条腿的那个人的最尊贵的，你看那不是笑话吗？啊，一文解义。一文解义，比如说小乘人假苦啊、空啊、不净啊、无常啊、无我，我们大乘呢讲常乐我净。哎，那个外道他也有这个妄计，他也执着常乐我净，那是妄计的常乐我净啊，跟此《法华经》所显的这个常乐我净的四德啊完全两样。他认为呢跟我们这个《法华经》所说的是完全是一样，这叫做六解啊，外道的邪智邪见。就是譬如就以转用毒辱，此之二过，同名为毁谤此经，有这两种过。这是毁谤此经，断世间佛种。为什么呢？此经以缘了而为佛种啊，这个缘因了因就是佛种啊，没得原这没得原因这了因，你这个正因就不能够显现，不能够取证。若智犬已识，则不信小善成佛，这是断世间的原因佛种啊。小善呢、哎，不信小善，说是你这点微微的小善就能成佛了吗？他不晓得这个小善就是世间的原因佛种，他能够圆住你这个心呢，逐渐逐渐取入明了了因。若是六解常乐不变如之好物，这段事件的了因佛种这是上边这一段。底下呢我们刚才念过了，念了一段啊，这是这个讲这个谤经之过。谤经之过啊，欲得不着无间业，莫谤如来正法轮啊。这个谤经谤三宝之过呢是最重的，那最重的啊，要谤经不能谤。因为这经是指导一切众生了生死成佛道的，能够谤吗？啊，那你要害了多少人呢？害了自己还不怕的，害了人家你就是罪过就大了，说不能谤。下边讲这个谤经之过，就是要大悲们莫为乐说，他有这么多的生，这么多的过失，你要是给他说，你不是害了他吗？啊，莫为乐说，这合乎贫促，就是说这个谤法的所受的这个果报，贫促啊，愁眉苦脸的，那就个贫促嘛。你看这人呐、不是福报的业障重的，一天就这个愁眉苦脸的，心不自在。说这个谤经的罪报，若乎在世，若灭度后，岂有诽谤如此经典？就是指这个《大乘妙法莲华经》。见到有人度也好，诵也好，啊，书持也好，
啊，他呢轻贱啊，他看不起，说你这个他的轻贱呢，增嫉，增乐嫉妒而怀嫉恨。哎，你不要说啊，这个事儿就有啊，啊，在我们佛教里就有。他自己不发道心，人家发道心，他嫉妒当呢，他你这搞什么东西，歪门鬼道的啊？就这个，就这个，那你不有过吗？啊啊，你自己不发道心倒也罢了，你还不能够嫉妒人家，那不有过啊？二坏皆反，此人罪报如今复听。其人命中入无必有啊，是个谤法的罪，最重啊。有人说这个经啊，本来是成叫人成佛的，那叫人谤法，不是这个罪经不是成了一个造罪的那么一个因缘吗？经不是叫你造罪的，那你要谤他嘛啊，他就有过。无比佑就是五间地佑，这么多解释过了，嫉妒一解不得了啊啊！无比地佑一天就给我们人间就有一解啊，这无比地佑又过一解，你们就算我是算不过来啊，在无比地佑等一天受这个罪啊，我们在人间就过一解，又在无比地佑过一解，你在人间也过多时间了啊。而且这个无比就是无间罪，这个一劫过了了还不行啊，劫境更深。说我们娑婆世界这个地无比地要坏了以后，到他方世界去给你搬个家如是辗转至无数劫，从地又出，当作修生，出来怎么办呢？出来就做人了还不行，还做修生，变狗变野干，也不是好狗，也不是好野干，气性枯燥啊，赖巴狗啊，就这种东西啊。这个众生就是这样的，你们看吧。是的，这些你说现在讲这个狗啊，变狗啊。那个外国人养这个狗啊，像个宝贝一样，吃的喝的比你人还享受。离龛盖的离龛呢，就是颜色不是那么洁白，黑不溜秋的啊。盖赖嘛，就是那盖赖啊，人说出的，又复为人之所恶见，人家不高兴啊，拿看了就啊轻贱，常困饥渴。你像这个兽类啊，兽类也好，鸟类也好，一天到晚它什么都不想，这个肚子上好像老是饿的它从来没有吃饱过。所以底下说呢，但念水草鱼无所知。我们上到养了几个鸽子，我们天天喂它，它那个喂它呀，你这本来就吃饱了，就吃到喉咙口来了，还要吃啊，把那个喉咙口的素的呢就挤得蛮大的，他还要吃。这是业报啊。若作骆驼鹤声绿雨中啊，你看这个骆驼啊，那个在沙漠里下也蛮苦的啊，身长负重，变个驴啊，默默的身长负重，不走就挨打，架住五丈锤，这个都是业报啊。业报从哪来的呢？不是别人强加给你的，都是自己造的业。如是因则如是果。所以这个畜生类是但念水草一无所知，什么都不想啊。如果我们这个人呢，要不发道心，什么也不想，一天到晚想吃想喝啊，那就跟这种差不多，沾点水草一无所知，对吧？谤思经故，会护罪如是。有座野干来入聚落，这个野干呢也是个无能的啊。身体盖赖又无一目，未入童子智者之所打正。
那死了到什么地方去呢？啊，还要受报，更受蟒神、蟒蛇之神。此中讲这个蟒神就大了500由穴，那还得了吧？啊，1由穴最少25里，这500由穴多大啊？越大，你这个苦越大。龙哎，无助啊！你那个蛇，这人呢、啊，这有还有腿，他那个没得腿，在地下呢，就是，婉转俯行，用肚皮走路的。你这个蛇哪儿看着有腿的？看不到啊，在地下弯来弯去，弯来弯去的，婉转俯行。唯独小虫之说杂事，蛇也好，龙也好，都有这种难啊。你看那个龙。就是这个龙啊，龙有三难，金翅鸟难，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金沙之难，还有一个那个小虫之难。龙有鳞啊，那个龙这个鳞呐、啊，身也大，那个鳞也大，那个里头呢都是长的虫子啊。这个虫做什么东西呢？吃它的肉，喝它的血啊。它又痒又痛。一痒起来，一痛起来，它就打滚儿。一打滚儿的话，把里向虫子都挤死、压死，血流遍地，啊，遭罪啊！既是受苦，他自己也遭罪，啊，说这个罪呢是不能遭的啊，啊，得到人身来，闻到佛法来，啊，无量劫来的罪业。要忏悔啊，要随缘小宿业，更莫造新殃。你那个造的那个罪，受的那个苦，你可不能够怪别人。都是自己造的。成佛也是自己造的，下地狱也是自己造的。昼夜受苦。有修些啊，傍似金箍，护之如是。护的若得为人，哎，说是变畜生、变牛、变马苦，偶尔之间还做了人嘞啊，做了人了，这个猪根难蹲呐 啊，错漏恋癖，就生的这个相貌，其貌不扬，眼睛、瞎子、耳朵聋的，徒摇完备的，有这种人有。我们这个那个时候就那个庄的有一个人就看着蛮害怕的，就是我这隔壁那个人，腿也不好走，又矮又胖的，眼睛我看着害怕的不得了，这是业报啊。有所言说人不信受，口气常臭，鬼魅说着口气臭的人，鬼魅就舔你的舌头，舔你的嘴。所以这个吃五荤的人呢，就犯这个过。说有的法师啊，说戒个就不清净啊，吃东西不谨慎呐、吃五荤，哎，他会说法，哎，鬼神要听呢，他不是面对着他听，他背对着他听，他这个嘴呢臭不得了，这个种种过，什么样都有，你比如说这个有那些歪门邪道的都是鬼魅所住啊，你要是心地正直的，他鬼魅不会住的啊。贫穷下贱为人所使，多住多病消瘦，无所依孤，虽亲夫人人不在意啊，不为人所注意，就是为人所轻贱的，若有所得，寻复往时，他做的人呢，若修一道，顺方治病，更增他气，处处与自己的愿力相违，何复至此？
这不叫受报吗？若自有病，为人无人救了，设复良药而复增剧。若他反逆，超戒窃盗，如是等罪，魂离起扬。如是罪人永不见佛。为什么呢？他没有善根，所以不能见佛啊。佛呢也没有办法给予教化他啊。佛不能够度无缘之人。什么缘呢？就是善根这个缘，没有善根佛不能度。有一点善根求度他，释迦牟尼佛最后度那个须婆陀罗，哎，他八万大劫以前就是称过一声南无佛，他这个缘佛就能度他了。不在这个缘也不能度啊。如是罪人长生难处，狂龙行难永不闻法。不闻佛法，你什么时候能够出三界，能够出苦海呀？啊，佛法是苦海之慈航，长夜之明灯。啊，没有佛法，我们这个世间就是黑暗的。啊，能够出世间出生死吗？不能够的。于无数界如恒河沙生者聋哑，这者是仄也啊，诸根不具，你看漏根不具的都是业报啊。常出地囿，把个地囿的当花园在那玩，再与讷道如己舍者，驼驴猪狗是其行处啊。所以怪不得有法师讲啊，如果说失掉了忍身，到什么地方去啊？作为众生三界之内的众生，在人道天道的时间是很少的，在三乐道的时间是多的啊。哎，就这个道理。一世人生万劫难复啊，就这种厉害啊。堕了讷道，不是出来就做人呐，还要变畜生、变牛、变马，还要受种种痛苦啊。这贫穷、猪衰、水肿、肝消、钙赖、臃阻啊，如是等病就是痛苦。衣外衣服，身上臭楚，这个身呐，蹲的地方不干净。你像这个猪啊，猪圈你像干净不干净，臭不臭啊？啊，身上臭楚，垢秽不净。神助我见增益成慧，就做人啊。要能够有正知正见，也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你看众生这个瑕疵瑕见就多了，都是颠倒。身住我见啊啊，这个我见呢就是无力时啊。我见呐，无人相，无我相，无众生，无受者相，他都有。有我见就增益成慧，这是我的。你不能动。引诱世圣不遮禽兽，棒刺金箍护罪如是，告舍利弗。放肆经者，若说其罪，穷劫不尽，已是因缘，无故于诸无智人中，莫说此说呢？啊，无智人中跟他说，他不相信，不相信就毁谤，毁谤就有堕啊。
就是要这个大悲悯，莫为乐人说啊。下边呢，这个要大慈悯，应为善人说。说若要立根，智慧明了，度问强势，求乎道者，如是之人乃可为说。若人曾见一百千夫智助善本，慎心坚固，如是之人乃可为说。若人精进常修此心，无系生灭，乃可为说。若人恭敬无有异心，立住梵语，度除三者，如是之人乃可为说。又舍利弗，若见有人舍乐之事，勤尽善友，如是之人乃可为说。若见佛子持戒清戒，如镜明珠，求大乘经，如是之人乃可为说。若人五尘自知柔软，常悯一切，恭敬诸佛，如是之人乃可为说。复有佛子于大众中，以清净心种种因缘譬喻言辞说法无奈，如是之人乃可为说。若有比丘为一切智四方求法，合掌顶受，但要受持大乘经典，乃至不受余经一戒，如是之人乃可为说。如人至信求复舍利，如是求经得以顶受，其人不复至求语经，亦未曾念外道典籍，如是之人乃可为说。告舍利弗，我说是下求佛道者穷劫不尽，如是等人则能信写，如当为说妙法华经。这个底下呢指明这个大慈们应为善人说，这个这段文呢到此为止，这个譬喻品就到这个地方啊。这个我们这段文呢先念过了，明天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啊。